花枪，枪类器械的一种，通体长度约至齐眉，枪头之下扎有红缨，枪杆细长，韧性十足，抖动时如花绽放，故得此名。花枪的制作工艺颇为繁杂，用料亦是十分考究，枪杆选材需兼具弹性和韧性，因此多采用秋木或是桑木和白蜡杆等。花枪在众多冷兵器中，杀伤力和杀伤范围可算中等偏上，实战中以刁钻多变著称，再加上其重量适中又便于携带，所以在民间流传度极高，现今的武术格斗和表演，其中枪类器械便多以花枪为主，相较于杀力更强的大枪来说，花枪技击则胜在灵活二字。至于花枪和大枪的区别，武艳亦曾有云：七尺花枪，八尺棍，大杆子1丈08寸。看你